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丽，一人一车自驾游。我现在来到了云南的楚雄，现在我准备要前往云南的大理了，大概有200多公里，然后准备要出发。我今天早上在这边一直磨磨蹭蹭的洗澡、洗衣服、收拾东西、煮了个面等等，就有点忙，一直磨到了现在的1:30。不过我现在有点郁闷呐，就是我刚刚准备出发了嘛，我要去检查了一下车子，然后看了一下车子的底盘，然后就发现了一件比较郁闷的事情，就是我的车底盘好像有点漏油，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这底盘呐，下面有点渗油，不知道是不是我车上滴下来的，还是哪里来的。现在我把车子开出来了，我得看一下这地上到底是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啊，真的是油啊，真的是油，真的是油哎，朋友们，我估计我又得去一趟修车店之类的了。不过我感觉这个渗油渗的应该也不算多吧，那么一点应该不算多吧，我看一下能不能撑到大理嘛，要不然我就只能在楚雄找个地方去看一下。哎呀，我心烦呐，天哪！走了。How come the stars come to shine when it's dark? From so far away, show us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 妈呀，朋友们，这个拐弯拐太多了，一直在上坡上山，然后现在前面又有3辆车，我要懵逼了。现在好担心我的车子呀！哎，这拐弯。我现在已经来到大理的白土自州这边了，但是呢还没到那个市区，现在正在加油啊，92汽油，现在已经8.18块一升了。哎，云南这边的油怎么那么贵，这应该是第3还是第4次加油了，到时候哎呦，希望这一箱油能够再用的久一点。好了，已经加完油了，加了200块钱，然后现在继续往前走，现在大概还有80公里左右。我大概找了一个露营点，就是之前在楚雄一位大哥跟我说的，就那边露营的话不收费，然后也比较多人，又多房车，算是环境还可以。现在过去。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现在已经9:46了，我终于到今晚的露营地了，就是兜兜转转找找找，一直找，然后才找到的。因为我的手机停机了，然后山里面信号也不好，结果就出来转转转。这边有很多的房车、床车，那种 C 型的、轻卡的都有，然后这边也有好几辆。这边就是洱海呀、啊，朋友们，我现在终于到今晚的露营地了。然后这旁边挺黑的，黑乎乎，没有路灯。然后旁边有不少的这个房车跟床车，算是
我能找到比较好一点的露营点了，就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过来收费，因为上面也没写着说要不要收费。啊，先不管了，我很累了。大家知道吗？刚才8点多的时候，我还在山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前面有很多的大货车，无论说是拉货的，还是什么水泥的那种车，转转转的那种嘛，都在前面开着，然后开得特别慢，上坡也特别慢，我都不敢超车，因为那个山的弯太多了，你感觉你准备可以要超它的时候，结果又要转弯了。所以你看那个地图导航，你就感觉啊，算了，超车无望，就只能在后面一直跟着，默默的跟着，就跟得特别辛苦啊，太累了。真的，大家如果出来自驾游或者旅行啊，一定最好早上出门，不要像我这种，那到了晚上还要在后面在山里面到处转。这个一方面累，最主要是不安全。我一定要吸取教训了，下次如果说白天比较忙的话，我就不出发了，继续在那待着。就是这么个打算。就是这样了。好了，那我挺累的，然后等一下可能还得给自己煮个面吃，这附近没有餐馆，这个有点麻烦，先吃个东西吧，饿死了。好了，那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